嗱，預告一個張竹山第二小學嘅猛料俾你哋聽啊！呢個預告啊！咁我哋學校咧就出現個幾個校長，上午校咧有一個校長叫金屬勤，姓金嘅，唔係 metal 啊，唔係金屬 metal can 啊，啊 metal can 就真係金屬勤啊，真係佢就係姓金嘅金啦。熟嘅熟啊，勤力嘅勤啊，金属勤。跟住咧，个叫高美德。下午嘅校长咧，就有吴良敬，同埋好似罗延成都系做个校长啊。下午嘅校长啊，我就真系知，罗延成嗰时系点做校长法咧，我唔知道，系传闻人哋话翻俾我听。我就見過吳校長，我仲俾佢罰個罰企添，好彩冇俾佢兜巴冚。佢話佢唔係暴力嘅人嚟，好斯文嘅，好瘦嘅人。咁啊，預告呢幾個校長，其中一個咧同四大探長有關。咁咧，同埋呢個校長咧，就好快因為四大探長嗰時俾人追殺，佢好快脆都彭美拉箱閃咗。哇！呢段料正啊，真係精彩精彩啊！我都覺得精彩。因為如果那個校長的老公是警戒的，那他跟貪污有關，他當然是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閃真的不行。那是哪一個校長呢？遲些先講。